蔡诗芸结婚八年是许多人羡慕的黄金夫妻档，但近日两人却传出婚变消息，掀起外界热议。近期双方在出席活动时并未给出正面回应，只表示这是夫妻之间的私事，所以没有什么好说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会确保女儿过得幸福开心，并且每个人都值得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原来不少网友猜测两人疑似真的准备离婚了。不过日前王阳明和蔡诗芸都在各自的社群同一时间分享了观看西洋饶舌歌手波兹马龙在台湾的演唱会。虽然两人都只是各自与自己的好友合照，并未同框现身，但蔡诗芸在发文时直接在贴文中标记了王阳明，对方也转发了他的贴文，双方久违的在社群上公开互动，似乎间接透露了夫妻俩的感情依旧，丝毫不受离婚风波所影响啊。